再来关心台北市议员应小薇卷入金华城收贿案，稍早是以被告身份进入北检，他的态度如同白天一样神色轻松。现场状况，我们连线给记者崔兆慧。好，主播，大家都很关心的金华城案，今天连检大动作，约谈证人并搜索被告。但在稍早的时候，台北市议员应小薇也以被告的身份抵达北检，让我们来看一段现场情况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关心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小心好吗？谢谢你的辛苦。那可以看到应小薇和在场的媒体道谢之后就快步走入北检，他的表情平静，看起来完全不担心。但是连检掌握到他的金流，发现他107到110年间涉嫌贪污，违背职务收贿，就连应小薇的男友也是办公室执行长王尊凯，还有两位助理都也被列为被告。那原本应小薇27号要飞往香港，也被告知尽管拦下。另外，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也被列为被告，稍晚也会抵达北检，到时再为您掌握最新消息。以上是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，时间镜头先交还给棚内。